身上有两种颜色。小朋友赶快想想看，是哪一位卡通明星身上有黑色、白色两种颜色呢？第二个提示，在雪地。这么冷的地方，可是这位卡通大明星住的家哦。而且他还有尖尖的嘴巴，大大的脚丫，走起路来左摇右摆，超可爱的哦。大家是不是有答案了呢？想知道答案，就要跟着我们一起收看悠悠点点名，一起找出这位卡通大明星。去什么地方都要来作伴，扬起风帆就要出发，该上我们的秘密基地，扎满梦想欢乐起航，载着我们的甜蜜回忆。确定，今天觉得鼻子痒痒，眼睛痒痒，全身都痒痒，还不停流鼻水。这么严重啊？啊，有了！咪咪花园里面有许多可以舒缓鼻子不舒服的花草，我们去摘一些来泡茶。这主意不错哦，现在就去咪咪花园，边逛边找。今天天气真好，空气中还有许多花香，你说对不对啊，国王爸比？我鼻塞闻不到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呀！又开始发痒了！花园的花全部光秃秃了，花瓣都被爸比的喷嚏给喷飞了。不好意思，你还记得刚刚有哪些花吗？只记得大概的样子。没关系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从黑影中寻找线索，帮国王爸比找出咪咪花园所种的花。首先，我记得国王爸比有种绣球花，绣球花圆圆的，许多小花集成一团大绣球。我想是这个，答对了，就是绣球花。
再来，我们换下一个。这种花的线索是有许多小小的花朵，而花瓣是尖尖的形状，它的影子会是哪一个呢？哦，我找到喽，是夜晚会散发香气的夜来香。太棒了，我们换下一种花，这次是风信子花，它的特征是集合起来像是一个圆柱子。大家有找到了吗？没错，就是风信子花。换我来，这是荷兰的国花郁金香。你们看，花朵上方的形状像不像是一朵小山啊？哈哈，找到喽！最后一种花，仔细看，花瓣围成一圈，像是一朵大太阳，会是？答案当然是这个洋甘菊。呼呼呼呼，花朵都恢复喽！国王爸比，洋甘菊花可以拿来泡茶，舒缓鼻子的不舒服哦。真奇怪，那就麻烦 Q 公主泡一杯来试试吧。好的，国王爸比。国王爸比专用的杯子、盘子怎么都堆在这里？对不起，这几天不舒服，喝完就忘了洗了。没关系的，让我来洗吧。洗洗洗，亮晶晶 ，QQ。接下来要请小朋友陪我一起帮这些杯子、盘子配对连连看。将相同花色的杯盘组合在一起哦。那先从我喝番茄浓汤的宽口汤杯开始吧。这个粉红色宽口汤杯应该配上哪一个盘子比较适合呢？这个盘子跟杯子有相同的颜色与花边，我猜它们是一组的。没错。那再换蓝色杯子，我都是用它来喝冰冰凉凉的气泡水哦。仔细看，蓝色杯子有个特别的雪花图案，应该是配这个盘子。又答对了，再来就是高级点点杯。使用它配上高级点心，是我下午茶首选杯。这很简单，盘子上也有与杯子相同点点的，就是这个。最后，是我用来喝热茶的马克杯。杯子上有国王爸比的翘胡子，这个盘子也有哎。他们当然是最佳拍档。哈哈，配对完成，快来泡一杯洋甘菊花茶吧。Hello， 吃饱饱睡饱饱，长大变得不得了。毛毛虫，我知道了。原来国王爸比是对花粉还有毛毛虫过敏啦。对不起，如果我有翅膀就能马上飞走该有多好。没关系，小毛虫，我们先来认识昆虫好朋友。请看，花园里有许多昆虫，但是只有五种是有翅膀的，请把它们找出来吧。好啊，我来找找。那边有只黄色的蜜蜂。蜜蜂小姐 B。 这边是蜻蜓先生。蜻蜓 Dragonfly。 换我，
上面有只大蟑螂。那不是蟑螂，是萤火虫 ，firefly。我又发现了，有漂亮点点的瓢虫。瓢虫 ，ladybug。我们只找到四个，还有一个呢。我在这里。哇，是蝴蝶 ，butterfly。第五种有翅膀的昆虫就是小毛虫变成的蝴蝶。我有翅膀了，谢谢你们，我先走喽。哈哈，那我就不怕过敏喽。恭喜小朋友得到迷迷徽章。 QQ， 今天的任务顺利成功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。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哇，美丽的蝴蝶完成了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跟可爱的企鹅一起来唱歌跳舞，小朋友，你们喜欢企鹅吗？喜欢。今天的小企鹅都好可爱哦！现在我们把小企鹅翅膀拿出来，一起来，右边挥一挥，左边挥一挥，啊，一起挥一挥，换你们。右边挥一挥，左边挥一挥，一起挥一挥。哇，小企鹅很可爱哦！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学企鹅走路，跟柳丁企鹅来做一次哦。来，右边走一走，左边走一走。小企鹅除了会走路之外，还会拍拍手，像这样往前拍拍，后后面拍拍，后。哎呦，都拍得到哎！那我们加一个跳一下，然后说前跟后，预备备，前前后。有跟上节拍咯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续前后前后咯，前后前后变快啊，前后前后前后，好，变慢，前后前后。小企鹅休息一下。那请问你们知道企鹅最喜欢在冰上做什么？
滑冰，滑冰溜冰，还有滑倒。我听到正确答案了，就是滑冰，还有滑倒。有没有小企鹅想要模仿一下企鹅在冰上怎么滑冰的？好好好，那我就选点点小企鹅来学企鹅在冰上怎么滑冰哦，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。滑滑滑滑滑滑，好可爱哦，滑了一圈呢。那我们所有的人变成小企鹅，在这个大冰块上面滑冰，不能跌出去哦。然后一起说滑滑滑，预备开始，滑滑滑，再一次，滑滑滑，木头人，不能动，企鹅木头人。哎呀，现在要滑回自己的位置上了，滑滑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学企鹅跳舞咯，像柳丁企鹅一样，准备像这样，左边右边前后，跳跳跳。小企鹅看起来都很厉害，现在我们要变成一辆企鹅火车，我来当火车头，喂，排好，来来来来，小企鹅，我们要学企鹅跳舞哦，预备备，左边右边前后，跳跳跳，再一次，左边右边前。跳跳跳，最后一次，左边右边前后，跳跳跳。好，现在企鹅走路走回自己的位置，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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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。木头人，停！好厉害哦！现在赶快跟着企鹅家族一起来跳舞吧，蹲蹲蹲。我们是苹果苹果苹果家族，哈喽你好，帅气的苹果苹果苹果，可爱指数最高，你笑我就笑。跳跳，最爱给你抱抱。我们是苹果苹果苹果家族，善良可靠，好多的苹果苹果苹果，喝完你的汉堡，在东边吵吵，西边喊好，每天都好热闹。偶尔有小小烦恼，笑容有时不见了，其实什么都不重要。而且还住在冰天雪地的冰屋里，小朋友有猜到了吗？就是有着大大的脚丫、尖尖的嘴巴、可爱的苹果。下次再一起来玩卡通明星猜一猜。年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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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捏一堆圆圆，捏一些方方，变一辆小车，叭叭叭。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一堆耳朵，捏一个嘴巴，变一个瓶子来插花。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
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一份薯条，捏一个汉堡，点一顿大餐，开饭啦！捏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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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捏一栋房子，捏一套沙发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泥巴，捏一个爸爸，捏一个妈妈，捏一个弟弟，我爱他。捏他的鼻子，捏他的脸颊，捏的弟弟笑哈哈。捏一捏爸爸，捏一捏妈妈，捏被按摩，超幸福的啦。冲！